嗨，各位观众，今天呢，我要来参加打巴掌比赛。我的目标呢，是要打赢这些对手。来，先来挑战培根头吧。来吧，我打得赢培根头吗？我打，看谁先撑不住啊！再来，再打，再来，快倒下，培根头！我打，再来，我打，我打，快倒下，再来，再打！哇，打输啦！我现在还太弱了，来，来锻炼吧，来锻炼力量。锻炼打巴掌的力量，我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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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有有，力量有在提升了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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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把力量锻炼到100吧，好，力量100了，这次打得赢了吧，来吧，培根头，开始了，我打，再来，哦，有喽，打赢了。打赢培根头之后，我获得了一个奖杯。来，接着再挑战下一个对手。这个对手又更强了，我打得赢他吗？来吧，我打，再来再来，再打，再打，再来。哇，不行，打不赢啊，我还不够强。来吧，再来锻炼吧。来来来，这次把力量锻炼到1000吧，来吧来吧来吧。好的，我的力量锻炼到1000了，这次打得赢了吧？来吧，3、2、1，开别，来吧，这次我一定要把你打倒，再来，再打，哟、哦，打赢了，打赢。感恩球员之后呢，我获得了5个奖杯，现在有6个奖杯了。接着再挑战下一个对手吧，来吧，我打得赢这个对手吗？我打，再来，哇，他的体力有1N 啊！呀，打输了，这个对手也太强了吧！啊。我来看看有没有宠物之类的可以抽啊！哦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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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少要用5个奖杯抽，来吧！抽宠物的话，能够让我锻炼的效率提升啊！抽到了一只兔子，我来看一下这只兔子。哦，打巴掌加2，好，来吧来吧，再来锻炼吧！来，我打我打，哦，我现在每打一次巴掌，力量加3。可以可以可以，锻炼效率提升啊！这次的话，把力量锻炼到3000吧。来吧来吧来吧，再打再打再打。好的，我打巴掌力量3000了，这次打得赢了吧？来吧，3、2、1，哎，我打，再来，再来。哦，这次好像有机会哦。再打，再来再来再来。可以吗？再打，再来，差一点点了，啊，还是打输。好，我决定了，来氪金吧，来看看有什么可以买呢？哦，这边有氪金宠物可以买，哎，巴掌力量加3万149RB，好了，先买这个吧，来吧，购买，哦。我一只有两只宠物啊！哦，他一只给我两只哎。好，接着带着这个宠物来锻炼吧，来吧，现在能打这个沙包了。等一下，再打一下，喂，打一下，我的力量瞬间变成63000，哇！再打，再打，再打，啊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哇，我的力量破100000啊！来吧，这次可以了吧？来打，哎，直接秒杀，太强了吧！好，接着来挑战下一个对手，来吧，可以吧？直接秒杀，哇，一样直接秒杀，
啊，再来再来再来，接着下一个对手，来主打。哦，这次不能秒杀啦，但是一样很轻易的就把他打倒了。接着下一个对手，这个对手看起来超强的，我打得赢吗？三二一，来吧！哦，打赢了！哇，氪金之后直接打赢所有对手。好，接着到其他区域看看有没有更强的对手吧。来看看这边的对手，哦，怎么有薯条啊？然后后面这是什么呢？机器人圣诞老公公。然后最后一个对手看起来超强的，来，我们先挑战这个区域最烂的对手吧，培根女，来吧，我打得赢吗？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打赢了。接着下一个对手，目前还没有我打不赢的对手啊，来吧，不太妙哎、欸，哇，打输了，好啦。再锻炼吧，我打我打我打，好，三连了，可以换下一个沙包了，接着下一个沙包要15哎，来，再打再打再打，然后这边有这个手掌哎、欸，来看一下，哦，可以领取这个手掌哎、欸，然后这个手掌又让我锻炼的效率再提升是吧？那我现在能领哪一个呢？我现在能领绿色的这个，力量乘以512，好。领取领取，哦，有，我手上有一些特效了，然后现在又能打下一个沙包了，来吧来吧，再锻炼吧，再打再打再打，把力量锻炼到30M 吧，锻炼到30M再去挑战 ，OK 30M 了，来来来，这次可以赢了吧？3、2、1，来开打，哇、哦，秒杀！一掌直接搭到，好，接着来挑战薯条，3、2、1，来吧，可以吗？再打，哦，险胜，差一点输啊！好，接着再挑战下一个，来吧，可以吗？这个机器人，来吧，再打，哇，啊，比例有30B 啊，不行。打输啦！好，再氪金吧，来吧来吧，来买个这个好了，能够让我巴掌的力量乘以8000，来399RB，购买。哇，我手上的特效变得超帅的。然后我现在打一下巴掌，力量加1.6哎。来，打下一个吧，打下一个沙包。再打再打再打，把力量锻炼到500M 吧，来吧来吧来吧 ，OK， 可以打得赢了吧？受死吧！一个圣诞老公公机器人，来吧！哦有啊，打赢了！好，接着来挑战这个，这个看起来超强的，我可以吗？来了，我打，再来。再来再来呀，不行，打输了啊，再锻炼再锻炼，这一次一口气把力量锻炼到1B 吧，来吧来吧来吧，好，我现在力量锻炼到 1.2B 了，打得赢了吧，来咯，开打，不打，再来，这次我一定要赢，来吧，哦有了，好，接着再到下一个区域吧，来吧，还有更强的对手吗？哦，有马桶人欸，好，我们先来挑战这个区域最烂的，是这个僵尸，来吧，我打得赢僵尸吗？来吧，再打，哇，打不赢欸，我连僵尸都打不赢，哇，这个区域的对手也太强了吧！好，再继续锻炼吧，再打再打再打，快快快，12B 就能换下一个沙包了，换更好的沙包，力量提升的更多。OK，
再打下一个。哦，打是沙包，一次加56，哎，加超多的。再打，再打，再打。OK， 现在巴掌力量15逼了，打得赢了吧？来吧，3、2、1，来，我打，哦，秒杀。好，再挑战下一个鬼，来吧，来，秒杀他。呀，秒杀不了，不过还是打倒了。再打下一个古老人，可以吗？来吧，再打，再来，哇，不行，打不赢。好，再锻炼吧。来来，再打，再打，再打。话说，我现在是不是能换手掌啊？这样力量是不是能加更多？我来看一下。现在的话，能换紫色这个。哦，我手上带着甜甜圈哎。然后我打一下巴掌，加896哎，哇，这也太猛了吧！可以打下一个沙包了。再打，再打，再打。这个沙包打一下加2.56 B， 超强的，可以再打下一个沙包了。再再再再来。好，我的力量超过500 B 了，来吧来吧，这次可以赢了吧？3、2、1，来吧！哇，秒杀！好，再下一个，来秒杀他！接着最后一个马桶人，来吧！3、2、1，来我打，再来，有喽！打赢马桶人啊！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影片就先到这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要帮我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大家，拜拜。